本科技术哪家强？上海交大在闵行，老牌名校，源于1896，123年办学经验，历史悠久。美容美发、汽修、厨师、挖掘机等全球热门专业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们是上海闵行的高级技工学校，就要在专业生产复合型人才上面留一手。没有挖掘机、美容、汽修，但我们有百台世界先进科技设备供学员练手。东川路男子职业技术学院，实现才华的兑现，坚持在闵大荒开荒拓土。东方麻省理工双一流一本院校，国家211985认证。无论你考多少分，只决定你在哪家学校打游戏，在哪里收快递。既然都是600多分，何不选择上海交大，体验全世界最 high level 的收寄快递。菜鸟驿站，包裹免费保管，免费保管，智能柜刷脸取件，智能分拣，无人车寄件，多元服务，校园智慧物流解决方案。这里是交大女生最多的地方，这里是爱情萌芽的圣地，让理工科男生不再一上大学就入空门。上海交大，我们坚持不砍石楠花，他的母校，乒乓冠军的摇篮。地理位置优越，距离最近地铁站仅20公里，稳居全国前3的10所高校之一。饮水思源，爱国荣校，我们在交大等你。地址：闵行东川路800号，招生热线，请大家自行上网搜索。